你要先做个 scan 啊，告诉大家你现在要去哪里。什么？做个 scan？ 做个 scan？ 你说，我们正要去送 switch 给一个抽到。不齐就是凑不齐，没有，有时候也是实力。我比较好奇，说成人展好看吗？都贼宅，都贼宅，贼宅成年大会。为什么搞那么远呢？他们以前不是已经办了好几年了？我不知道，没有，因为成人展的部分，它五谷那个 DRE 它是比较后期出来的。它这是主打。以那种就是卖见面会的那种方式，还有体验，专业成人展员哎，我的妈，我听到傻眼。这一次就是那个五谷成人展里面请到的都是大咖，对啊，都大咖。但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他咖太大，那个感觉是把日本东京办的活动搬到台北来，而且还他妈更严格，就有一个专业人士。哦，我知道，他每一场都参加，然后他描述那个状况，在日本就是。工作人员不会那么叽歪，可是当你到了台湾来之后，那很多工作人员很叽歪啊。但通常应该在日本还可以握握手啊，摆拍一下。握手有，可是别人说他拍照的互动就跟实际上比较多。对，那一个人大概几秒？三秒。很多，所以可能上去的时间，每一个人上去大概都三十秒不到一分钟就下来。就会喜欢这次来哪一位？Julia，你怎么会喜欢年龄层这么高的？我觉得他是蛮正的，可是他真的没有好感觉，他胸部也蛮大的。不，但他 Julia 走的是大姐姐社长类型，但是远到看不到吗？活动开始的时候，他前面就已经前300粉丝，后面摄影师，好，就没了嘞。大家才要抢金银卡、体验卡，哦，那就是花钱啦。今年的限量，他一定要限，不然他如果这样子不限量的话，那个互动会玩不完。对于一个不喜欢做计划的人来讲，就真的很讨厌。我觉得你根本不适合去成人展。没有，也不是，就是我成人展，大家也就是凑个热闹而已，还找风俗娘呢。那妈是哪一个？风俗娘是什么？风俗娘就是直接就是因为日本的风俗业是合法的，啊、他们直接找在台湾还有体验时间，就一分钟女友。这真的很敢玩，我是想说，这到底有多违法？这个三馆那边玩很大的是，我们拍照的时候胸套也是这样。请为这一次成人展的台北专访做一个总结。看不到东西，看不到东西，那明年还会再来吗？先不要，先不要。那至少我没有拿到 Switch， 算是一个这个顺利的来到台北，没有白费。那我们握个手，道谢，谢谢。哎，你看，我们是真正有认真在送东西的，不但送，还他妈轻送。最惨就是昨天抽到那个是高雄人，到底要怎么办？你要去高雄吗？我们再想一下，我不是怕高雄，我是怕被韩粉打。